请看海间相和寄送最后一首，庆景诸王不若云，一切相和洗米福，其主邓佛眉间相，秉然显现诸佛音。这个是海间相和啊，最后的一首偈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：“水出光云，更有隐乐可以易得。”啊。诸王，诸在这个地方不是真的有一个圆圆的如，它还是表法的意思，代表圆满啊，代表圆满。王呢，加上个王呢，那是究竟的圆满啊，第一圆满，说的是清净心性啊，啊，我们要明了这个意思啊，不是展不。展布在哪里呢？下面呢，跟我们说明了，一切相合系弥福。啊，展布在一切相合，相合是表心所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化身菩萨心心所清净到基础啊，我们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这样说法呢大家容易体会，说一个清净，清净里面必定圆满具足了真诚，具足了平等慈悲，少一条这个清净就不圆满了，诸就不能称王了啊，由此可知圆满的具足心行都真正做到了纯净纯善云，在佛法里面用的最多它代表的是非有非无，它的用意是叫我们离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是能变的，它所变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，能变即然，
不可得。所变哪里是真实的呢？能变的刹那不住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啊！能变的刹那不住啊，所变的决定没有永恒啊！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啊，世间无常。过土为脆呀，那个过土是讲的星球啊，不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，不是讲的这个。啊，那么这些事实真相，现代人可以说是相当的清楚了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帮助我们呢理解这些事实真相。啊，宇宙之间，啊，这个星球、星系、地球是无常。星系是微脆的，小行星撞击大行星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啊！啊，木星、土星、金星，啊，地球上都曾经遇到这些撞击，啊，如果这个小行星体积相当大，这一撞击两个都碎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，因此在一切现象里面，我们要学佛菩萨可得受用，不可执着啊！不但不可执着，分别都错了啊！执着是烦恼的根源，叫烦恼障啊！分别所执障啊！事实非有非无啊！你怎么能分别它？啊，还是佛菩萨那个态度正确，我们应当效法了。啊，应当要学习，啊，学习佛菩萨纯净纯善。没有丝毫不善染污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对了啊！七珠灯佛没见相啊，这个珠意思懂得了，清净圆满，或者我们说圆满的清净，圆满的真诚，圆满的平等，这
这个是亲近诸王的意思。啊，等等于啊，佛眉间相。啊，佛的眉间白毫相啊。啊，它是两根白毫。盘旋在一起，啊，也好像是一个珠子一样。这个是诸佛无量劫修集功德所成的一个相好啊，啊，三十二相里面一种啊。表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白毫能放光，光中有化佛，啊，光中化佛无数亿也，这一句是说明。清净心，具足的功德相好，啊，相好从哪里看呢？从末后这一句看，秉然显现诸佛印呐，啊，秉是清清楚楚。显现出诸佛的影像，啊，这个就是白毫放光，光中化佛，啊，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常常念呐，那么现显现诸佛也，诸佛怎么讲法？前面曾经说过，诸佛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讲十方三世一切究竟古佛，啊，这先诸佛。第二个意思，啊，是讲的化身大士，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诸佛，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面就说明，啊，那个诸佛是说的41位化身大士，41就是住啊，住是指41啊。破一贫无名，挣一分化身，那是真佛，不是相似佛。宗门里面常讲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成佛是没错，但是他没有圆满。啊，从圆教初住到等觉，还有41个位次。啊，分正佛。这是一个说法，另外一个说法意思非常之广。天台大师讲的六级佛，哦，这个范围太广了，把所有众生都包括进去了。啊，佛经里面常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
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天台大师说，这是理即福，是从心性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既然有佛性，他怎么不是佛呢？他是佛啊！但是六道里面的众生，虽有佛性呢，他被烦恼、习气盖覆住了，有佛性不能够起作用。这我们称之为理即福，理上有，事上没有。第二种呢，名字即福，有名无实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在哪个位置呢？是在讲啊，就是在名字即福。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还是烦恼习气做主，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，依然不能逃过命运的主宰。这样学佛，有名无实，叫名字即佛。你连改变你命运的能力都没有，从这再向上提升，我学佛功夫得力，自己能够转得了命运，像了凡先生一样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在佛法里面持戒修善，真的有戒有善有定有慧，这叫观行即佛了。观行是功夫得力了，业障真的是在消，智慧确实是在增长，烦恼习气没断，但是有能力把它控制住，这叫功夫得力，所以有人问什么叫功夫得力？你修行的功夫能够控制住烦恼，让烦恼不发作，这就叫功夫得力。如果烦恼还照样发作呢，你功夫不得力了。得力与不得力了，从这个地方去观察。这并不是一件
困难的事啊。再向上呢，那就比较难了。相似即佛啊，有一点像了，啊，像佛了。那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控制住了，啊，这个境界不在六道，超越六道了，我在十法界，啊，在十法界里面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叫四圣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里面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也有佛，啊，那么这个佛，天台家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，贤首大师讲的小教佛、实教的佛。没有离开十法界，他们是相似位的，在无上正等正觉果证上呢，他证得了正觉。证得正觉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啊，相思为也。如果能够再破一瓶无明，尘沙烦恼断了。无明破一瓶呢，脱离十法界，入华藏世界了。这个时候是分真即佛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虽是真的，不圆满。究竟圆满的果位只有一个，究竟圆满分真位呢有四十一个，相似位那就很多了，越往下越多，啊，究竟圆满佛只有一位，明然显现诸佛影呢，这个说法都能够讲得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光中化佛，无量无边呢。光化佛决定没有意思，啊，不是佛在那里，哎，想放个光，啊，那想放光你还有念头啊，有念头是凡夫不是佛了，那佛这个光怎么放出来的呢，啊，自己没有念头怎么会放光呢，大乘经教里面跟我们说的，众生有感，佛自然有应了，是感应放的光明，感应光中现象，是这么回事情，
你不要以为佛有意思。我们凡夫感真的是有意思，佛的印没有意思。我们在光中见什么样的佛像呢？也是感应。是见究竟佛，还是纷争佛，还是相似佛，甚至于观行佛，不一样啊。说实在话，是随着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在光中现这个见的相不一样。这个道理也不难懂。就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能够找到证据啊，许多同学们曾经去参访过普陀山啊，普陀山有一个梵音洞，观音菩萨常常在这个洞里头现身，感应非常殊胜，大概到这个普陀山去朝圣呢，没有不到梵音洞的，多少人在梵音洞门口拜观音菩萨，祈求能见到观音菩萨的宝像啊。大多数的人拜一个钟点、两个钟点、三个钟点，见不到。那么也有的人呢，拜上半个钟点、一个钟点，见到了，非常欢喜啊，总算是有了感应了。同参道有几个人一起去拜，我没有缘分朝山，我没去过。我的一位老朋友圣意法师，在82年的时候，他一同有三位出家人结伴呢，去朝普陀。在梵音洞，他告诉我，他们拜了半个多小时，三个人都见到观音菩萨了，都非常欢喜。回来的时候，彼此交谈，你见观音菩萨是什么像？大家这一谈呢，三个人见的都不一样。圣意法师所见的观音菩萨戴皮奴帽，全身是金色的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斋堂里面供的西方三圣，观音师至都是戴皮奴帽，他见的是这样的像，完全是金色的。
另外一个出家人见到呢，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白衣大师，不一样啊。第三位法师见到的是比丘像，啊，是个出家人。我们从这些地方就能体会到啊，观音菩萨现象，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，所现的见到的相不相同啊。啊，你要问是不是真的观音菩萨真的现身呢？不能说是，也不能说不是。你要是记住佛在经上常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三个人心想不一样啊，见到的相就不相同。佛不要好放光，光中化佛，一佛如是。那么从这个境界里面，能够测验自己的功恨。等于像学生读书啊，这是一个考试啊，看看自己学习的成绩，从感应当中看自己修学的成绩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再看这一首偈的表法啊，做一个总结。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，心如佛心，愿同佛愿，行像佛行，你见到的佛像至少是分正位的佛像，不会是相似位的。如果说我心同佛心，愿跟佛不一样，没有佛那么愿那么大，行跟佛不一样，还不能放下自私自利，你见到的佛像啊，大概就是天台大师讲的观行为佛了。观行为佛，就是现比丘相了。相似为佛呢，现罗汉相了，全教菩萨相了，不一样。这个一段我们就报告到此地，下面接着请看呢第五段，何间花莲
这一段里面有长行，也有寄送。请看经文：尔时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：“诸佛子，此诸香火年间之地，现以妙宝种种庄严。”年间之地，是讲的两岸啊，两岸中间的这个大地，也有许许多多庄严的事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段长行分为三段，我们念的是第一段总标啊，标示出来啊，给我们说明。我们能够体会到啊经文里面的含义。前面所说的心心所获，说于能变的心心所纯净纯善，它起作用当然是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啊。前面讲的都是存好心吧。妙宝庄严，种种庄严还不是指的形式啊，这些等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地方已经落实到日常生活了，落实到公族处事待人接物，越来越具体化了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：夜夜各有四天下微尘数众宝庄严，分陀立花周匝遍满。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啊，从这个以下也是有八句啊，我们在一般看的时候都有十句啊，他这个地方一共是有哦，这个跟一般不一样，它里头分为这个长行呢是有五句啊，这是前面一个段落，后面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有八句
注解里面呢注得很清楚啊，别显二思啊，庄严的东西太多了啊，一个是花，一个是树啊，为花即树啊，水陆各一，是实有多思啊。下面特别跟我们注解说，然此一段文事稍异，不列十四以显无尽啊，而但举二呢辗转明多啊。那么这第一举的白莲花啊，后一宝树，于此一树啊，出无一用。那么这就是有五趣，啊，五种业用，这是跟前面这个经文不相同的处所，清凉大师特别给我们指出来。无量无边的庄严呢，举这两桩事情。莲花是在水里头啊，啊，那我们在此地要注意的是夜夜，夜夜是指的香水河，啊，夜夜香水河各有。四天下微尘数众宝庄严分陀利化周匝围绕啊，分陀利是白色的莲花啊，白代表戒净啊，清洁清净，表这个意思。莲花代表圆满，莲花代表因果同时，莲花又代表清净不染。这是说菩萨心啊，为什么佛教里头用莲花来表法？我们要懂得华藏世界在大莲花当中啊，你看诸佛菩萨脚底下踏到的都是莲花，是不是真的有个莲花在脚底下呢？不见得，它是取其意啊，我们懂这个意思啊，造像把它造出来，让你看到之后，你就能够觉悟啊，啊，真的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啊。在这个世界决定没有丝毫染著，啊，一定知道因果同时，果中有因，因中有果啊，啊，于是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，自然就像纯净纯善去做了。因净善，果当然也就净善了。
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与一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在显教里头，特别是在中国，佛菩萨给众生语言最深的，实在是无过于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。所以中国有个谚语说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这个确实是有道理，说明缘分很深。没有人不念呢观世音菩萨名号、阿弥陀佛名号。你要去调查一下啊，这个中国人你在一生当中有没有念过一句阿弥陀佛、一句观世音菩萨？肯定有啊，不管是有心无心，全国人民都念呐。不相信的也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随口他就出来了，你就知道这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的力量多么大，多么强大。这样殊胜的种子它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这里头缺少了所缘缘无间缘，缺这两样东西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清净缘真的有啊。增上缘也不太缺乏，缺的是所缘缘跟无间缘，所以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在中国的密宗，藏传佛教也是念观世音菩萨、念阿弥陀佛。他们不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他们念六字大明咒。六字大明咒还是念观世音菩萨。六字大明咒啊，就是念分陀利华。这个咒语翻成中文的意思，保持身心像分陀利华一样。念念不忘。在这个世间不被世间法所染，这是这个咒子的真正的意义。这个咒语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别人，在这个世间不要被世间所染。你说这个咒语的意思多好啊，这个就是妙宝庄严呐、所以这个妙宝庄严呢就落实在佛菩萨的名号，落实在佛菩萨的教诲
落实在 Om Mani Padme Hum， 这是六字大明咒啊。怎样才能真正落实呢？我们细心观察，不外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是你真正明达教理，纵然不能够明达教理，至少你也能够通达教义，你会做到。为什么呢？觉悟了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你有相当的认知啊。你不迷了，你觉悟了，这个是一类的。第二一类的，善根福德深厚，他不需要学，不需要多涉猎经教，我们一般讲呢，天性纯厚，厚道，他不被环境染污。这两种人都不多，这两种人都可贵也。这一生当中，如果遇到缘，没有不成就的。那也许你说，也许他一生遇不到缘呢？这个假设我不同意，为什么呢？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，这种根性在佛法里面说了，是根熟的众生呐。根熟的众生，诸佛菩萨没有不来给他做增上缘的道理。换一句话说，诸佛菩萨肯定会给他做增上缘。那什么时候给他做增上缘，那我们凡夫就不得而知了。有很早，有在中年，甚至于还在临终的时候。这些事情我们曾经听说过，或许也有人见过。从这个地方能看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真的是不舍一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，去体会，会给我们带来了信心，也会增长我们的愿心。只要自己这一生努力，不会空过的。尤其是
我们的缘分非常殊胜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